看一下地图，这边下去到入口都是车，这是大门口，这个感觉要排到死啊！你这个列草可能来对，我操，蜈蚣哎！我来情感鞋很乖呀、啊，会洒水、欸，天之月亮哎、欸，来吧，你先开车，碰碰车，我们看他溜下去一次，这也是在骑恐龙哎、欸，霸王龙餐，坐在恐龙的嘴巴里面，哇，这个可以哦，这里有玩沙区，哇，玩水区，对哦，终于坐上马车了。这个园区基本上是绕一圈的行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过去古生物奇幻乐园一日游。那我人现在刚游泳完了，想说离这个乐园蛮近的，所以顺路过去拍一下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。各位，我们到了。我们刚才在那个古生物那边的一条山路，然后两排都是车啊，爆满。我们现在停在宝藏寺这里，看看能不能走路上山。希望有通，希望。等一下上去再拍给你们看那个现况，真的有点扯。看一下地图。现在位置在哪里？哦，宝藏寺。不知道有这上去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到了、欸、看一下。哎呦，可能可以哦、喔。你看看这里有写乐园方向。哇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有点陡啊！这样可以。水哦！哇靠！直接到门口了。那我建议车子停在宝藏寺那里，走上来大概两三分钟左右。就是乐园地图，它有很多好玩的，比如说有碰碰车嘛，卡丁车，还有滑索游戏，恐龙快车，还有滑草的，然后还有动物的，然后彩虹广场大门贩卖部，我们刚才在外面那边，我准备去外面带一下，这行一百左右，你看现在爆满。这家停车场算很大了，然后外面大概一两公里，两边都是车，很扯。哦，我们刚才就是从这边在找停车位，这边下去到入口都是车啊，然后这边上去到一间庙那边都是车，很扯，然后完全找不到空隙。很开心，我们停在山下，爬山上来就可以了，而且直达门口。推荐一下宝藏寺，这是大门口，然后售票处超多人，来看一下票价多少。我靠，无俗哦。480，学生400，分园乡民半价，身障或100公分的儿童，free。两张票你1000，那金币可以到餐厅旁边兑币机兑换游戏代币，谢谢。你没有 APP 吗？谢谢，进场了，睡哦。进来看一下代币长怎样。公代币可以干嘛？对，玩那个是游戏代币啊。哦。
叫先去打完吗？这下面可以几点盖章哦。财神庙，财神庙在那里，太多人了，就不盖了。应该是这吧，游戏。不，这应该是些设施。哦，这设施哦。这应该是些设施。就可以玩这个啊。排队了。这个感觉会排到死啊、哦。进来流汗。对。这个是丛林骑士排队的人潮。对哦，开始了哦。红色骑士来了，看一下。可能讲，你看啊，这种状况代表卡丁车一定是蛮是这种状况。这边像你耍的着游戏啊。卡丁车是那样的。是吗？这里亲子乐园，大人耍。因为大人买在这啊。行，那现在古生物探险区，那来拍一下食人花。没事，他会怕啦。哦，食人花呢？恐怖哦！我帮你拍一张。你去，你把你的头藏在内底。对，你看这边。对。这是什么？萤火虫。说好的亮灯呢？可以去啊。你先。你的腰标，以前腰标，喇叭脸，雕虫，是吗？雕齿兽，雕齿兽很便宜，太傻，很呆，你以为猎豹啊？感觉不是哦，剑齿虎啊。泰坦鸟，旋转木马来了哦！嗨，我靠，蜈蚣哎！这是小孩来，今天哎，生个漂移，这该昆虫来生个漂移。对啊，盖章，盖章，盖章，这盖什么的？现在你重盖一次。这个叫做奇幻博士龙，从童话故事跑出来的恐龙，居然出现在古生物园里，它应该不会吃人吧？啊，是吧？恐龙射击区，我们要进去恐龙射击区了，我们要拿着这个枪去射恐龙。这个叫做窃蛋龙。三角龙，靠爷巴肚会动的。倒数一分钟，进入基地自卫模式。我来请海贤很大呀，有迄声音呢，特效。撤离了，撤离了。哦。对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恐龙快车。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大概30秒结束吧。这边两圈了。哦，我两圈毛可怜哦。上车了哦，各位。航哥上车了。小孩子如果太小，是父母陪同。对，对啊，通常都是父母陪同。哎、欸，洒水呢？会洒水、欸，会、欸、洒不到哎、欸。有啊，等波啊。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哦，还有一圈呢。
我有骑三圈这个来，我有四圈，然后这里有三个帐篷，哇，滑草区啊，哇，哦耶，滑草区，我来可以这里搞啥，然后这里有小卖部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，都是价格。下一个我们来到滑草区，就草皮区，这边有要内用的，然后没让你背起，要拍摄啊，对不对？天之月亮哎，来摆下 pose 哎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天外奇迹的一个小场景，应该要这样拍吧，来吧，哇，这样要行，哇，樱花季开始了哦，哎呀，哦，卡丁车啊，没有，卡丁车在这里啊，没白天，那每辆穿越跑道了，那必打的。对啊。我可以去玩吗？可以哦。你要玩卡丁车还是要玩那个木马？什么卡丁车？你喜欢卡丁车？反正应该那不要玩。那这亲子的那边真的蛮蛮，上面有攀岩的哦。这边有。你看没？对啊，那边有。我刚刚还好哎。你怎么觉得那光？对啊，用来接你个保险了，给你挂那么多东西。OK 啊。攀岩喽，各位。每次限三人而已。啊，这边没下的，得限好几人吗？对吧？水啦，无人啊！吊桥。吊桥的下面是卡丁车，目前没人。下去了。然后这里再走过去，刚好绕一圈。你们那边不然那两个下去，有点像侏罗纪的 feel。哦，哦，卡丁车被开戏啊！哦，这两百哎，我还好呢。嗯，那边也有一个吊桥。这有绳索哎、欸，感觉很好玩。然后这堆人都是在排卡丁车的。那是木马赫。对啊，应该是木马。这里有大人耍废的地方，然后这些大人都在这里耍废。草皮区啊。滑草区。然后这里有滑草区。滑草皮的，给人滑下去，然后要自己拖上来，笑死！我们看他溜下去一次，啊，你推下去的时候你要自己拉起来，然后换下一个人。我这个是有安全的嘞，因为冲下去的速度不快，对，下面有缓冲。我靠，这个爸爸辛苦了。这里有荡秋千。嗯。我看到我摔
哇，嘛无呢？碰碰车，另外呢，最近他来这很适合。那有个隧道行入去啊。我目前在找厕所，哎，找不到厕所。有暗天你就一天吗？哎呀。哦，洗手间一楼，哦，过隧道这里，哦，所以洗手间在这个啦，贩卖部这里。哦，投币游戏俱佳，嗯，哦。厕所应该是这吧？对啊。好，加。这也是在骑恐龙哎、欸，然后用餐区，我们来看一下菜单。等下看一下菜单的，加，这有，其实还可以啊，不太贵，啊，给嘛还好啊。手撕桃木熏鸡750，对啊，门票跟690啊。哦，下面比较凉啊。哦，有这些东西。哎，这里要有啊，两档的啦。还有这个热牌，霸王龙餐1280。然后这也是月币机，应该是要玩那个恐龙的。这台湾日本兵，1只50，太夸张。这里有冷泡茶，然后排队。这有变形金刚。就是上面那公共车，他们上去了。哇，下面有花钱的地方，还有游泳池跟玩沙的，这要够激烈呢。你看这个超可爱的，整个人在里面。这个要3枚代币，然后你可以坐在恐龙的嘴巴里面。你们要做？哎呀，跟我呀！什么？充气艇？来，哦，那排队要他们。耶，看我嘿，排解说在，我跑掉。哇，变形金刚的哦，小孩子的天堂。哇，这个可以哦。玩爆了，玩爆了。这里有玩沙区，对啊，可以啊，这个，哇，玩水区，这可以耶，这塞呢，不然像我在那里烤了，快点收回去，快点，穿黄色衣服了，然后这里有一些游乐设施。月币。电动游乐区。哇，
儿童游戏馆，这是在干嘛的？哦，玩乐高的，乐高冷气区，商品馆。OK 啊，玩沙了哦。然后买个水枪，你想要选跟妹妹一样，厉害。它这里有一个优势啊，就是园区非常大，然后玩的东西蛮多的，而且都是小孩子会疯掉那种玩具，厉害。我们现在从贩卖部绕回来了，刚才昆虫这里的，对，这个园区基本上是绕一圈的行程，还不错哎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排这个天空木马，去体验一下，排队排起来啊！对，我们排了大概一个小时，已经看到了入口了，就是哟，进来了，然后突然往后看，吓到，哦，原来后面那么多人。对哦，终于坐上马车了。依然那么多人，好扯。带你们看一下这个乐园的一模样吧。刚才进来的第一区，接着我们来到了草皮区，滑草的地方。哇，这里有个小下坡，帅哦！滑草，哇，龙威啊！然后樱花区，天外奇迹。之后来到了恐龙快车，再来就是恐龙射击区，是拿枪的，然后就回来了，蛮快的，回来了。大概七分钟左右抵达，全程。耶，回来了。我们玩完了，全程大概七分钟左右就回来了，还蛮好玩的，回味童年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了。加啊，出口方向在这里。我有一天没通啊，不理你了。哎，你俩在？我不理你了。出去强势叫你逛一下商品。恐龙世界一定卖很多恐龙的东西吧？哦，周边的景点。真萌宠。我跟你讲，我这里不能走。OK， 我们出来了，结束。好，等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走下山就 OK 了，好方便了。哇，车子依然很多，扯。现在还是一堆人要进去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带小朋友来啊，小朋友来这边一定会玩爆啊。我们这种大人就感觉
也差不多要被吸引了。那它是要门票的啊，所以你们就自己斟酌。好的，那以上是古生物奇幻乐园一日游的行程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朋友就帮你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我们下来宝藏寺了。